所以大般若经里面是说，所谓内空啊，我们一个一个字一个字来解释。内，看到内，顾名思义就知道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啊，这内空。内空的意思就是眼耳鼻舌身都是无常，所以是空；都是无我，所以是空。我们也试试看，关照一下这个色身，我们发现我们所谓的美啊，所谓的美啊，啊，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色身的、啊、这个美，你会发现，哎，它并不是美，也不会迷人，不会迷人。如果我们呢看过人家搅拌机啊，搅拌那个猪肉的搅拌机啊，肉一放进去啊，搅出来啊，就一团了、啊，脆弱啊。你观想看看，你这只手放进去也出来，都是这样子一团肉啊，血淋淋的肉啊、哦。我们这个那一份的对这个色相的执着跟欲望的这个执着，哎，它就会慢慢的放下来。哎，这个世间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可爱的，为什么这是无常的东西呀、啊？不净的东西呀、啊？啊，我们看不开是因为我们无量劫来的习性啊，啊，是物后起修，这是指啊习气未断，叫做物后起修啊。方便说啊，本性啊本来无一物不可修，哎、啊，正悟那么就跟佛一样的境地了。所以啊，要是说从次第来说，哎，我们有修有证；要是从绝对来说，你没有修没有证，是不是？这个内空，第二个叫做外空啊，外空。哎，从内观照眼耳鼻舌身意是空，无常无我是空。那外面呢，色身香味触法这六种境界也是无常，也是无我，也是空，是不是？像今天的电视报道呢，说那个麦寮啊，今天发生了重大的车祸，一个人呢、啊，20岁啊。一个男孩子20岁啊，很高兴啊，去做生日。你做生日，哎，就开了一辆车子啊，前面呢啊，在一个啊，后面坐了4个，连他总共6个，结果那个速度不知道开了几百，很高兴的这个，哎，开过去，结果撞到啊，那路旁的这个、啊、墙壁，还有那个点布条啊，一撞，那个撞的稀烂，六个人通通死，一下子六具尸体全部都横躺在那个地方。今天这样子凌晨而已，他怎么会知道20岁的生日会发生这种事情？这么快，就是这么快。那么以前所计较的、斤斤计较的烦恼的，这不是多的吗？是多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来讲的苦啊，苦得很冤枉，执着、恨、爱，这个很冤枉。那种痛苦，那种束缚烦恼很冤枉，轮回也很冤枉啊，很冤枉。他明明知道这个是内世道是空，外世道啊也是空，内六根也空，外六境也空，我们明明知道。那为什么这样束缚呢？哎，因为习气，习气，这个取舍啊，那种恩怨爱恨的交织，哎，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不可得。哎，所以啊，观照是实际的功夫，哎，要把真正的彻底的是非恩怨的放下，哎，你不要介入那两个人的是非恩怨，因为你不了解真实的境是什么。甲来跟你说甲有一套，乙来跟你说乙也有一套啊，是不是？看一个人不可以看短暂的、啊，要看长时间的观照啊，观察。所以啊，我们这样一个修行人呢、啊，了解一切境界、啊，内外都是毕竟空啊。所以第三个叫做内外空，内外空就是六根六境皆空。第四个啊，叫做空，亦复空，也就是不执着内外一切法为空啊。你执着一个空，哎，我可以将心呢为空，此空变成有，
哎，我们把心呢认为，我把它空掉了，连这个空啊也要放下。意思就是，真实境不可以化作观念境，真正放下就没有什么好说的，不必再另外刻意的说，哎，我已经放下了，那这个那现在还是变成一种执着。哎，如果我放下了，然后处处哎赞叹自己，哎赞叹自己，哎，你放下了没有啊？哎，你放下了没有啊？就是那人家还没有放下，哎，笑人家的还没有放下，哎，你本身的这个放下也是没有放下。真正放下的人，你有内外的，你不会把自己提高，我慢，通通没有，空的其实绝对的平等，没有以空来变成一种骄傲，这个变成一种观念了、啊。这往往一些学佛五年呢、啊。十年的人呢，变成会这样子，初学佛法都很谦虚，学了五年以后，连师父都看不起的。我们碰过这样的徒弟的呀，算了，学那么一点点呢、啊，吃下一餐，师父这里不对，那里不对，师父那里不对，这里也不对。他学佛五年了，就开始批判同参道友，乃至于批判自己的上人。哎，他就是真的、啊，不骗你的哦，真的、哦。他把学佛变成我。才是悟道，我才是伟大，哎哎，这个变成什么？变成把佛法拿来骄傲别人了？你说这个叫做伟大吗？是不是？如果你真的很伟大的人，你真的悟道的人，你不但不会去轻视你的同参道友，不会你批判你的上人，而且会用感恩的心，而且啊，就算别人做的不对，你也会宽恕他。何以故？你已经悟到平等了，就没有取舍了。就不会拿自己的境界来傲视别人了、啊，不会这样子的。是这个学佛啊，要千万要注意，要注意哦。既不执着内外一切法为空啊，非常非坏，本性就是空吗？啊，就是空空哦。也有个叫做大空啊，这是指方位。这大空就是指虚空也是空啊啊，因为我们虚空来讲是东西南北嘛。啊，还有上下这十方啊，啊，这个方位，大空就是指方位空啊，十方皆空，啊，十方皆空。那么第六个就是甚意空，啊，甚意指就是甚意就是涅槃呐、啊，啊，悟到涅槃的人呢、啊，涅槃也是空性，哎，就是涅槃也是空。第七呢，有为空，那么有为就是三界，哎，就是欲界呀、啊。色界、无色界，所以有为空就是三界也是空，三界也是空。第八呢，就是无为空，无为空就是空性呢，也就是没有所谓的生住异灭。这个无为啊，如果我们找一个无为，也是要放下，而不执着。哎，不能说我证入到一个无为，那么无为又变成有为，将心啊为无为，无为又变成一种观念，哎。第九叫做毕竟空，意思就是不执着诸法，然后毕竟不可得。你今天我们呢，可以观照一切世间的种种的相，所发生的一切相，这些相在生命的过程当中，扮演着我们忧愁苦乐的角色的角色，可这角色随着时间它又变化。很有变化，又趋于啊这个无常，又趋于生灭。那么我们注意到观察，当体即空，毕竟空，就不执着诸法，毕竟也是不可得，毕竟不可得，哎，毕竟不可得，哎，所以说呀，我们明明知道那个是黏的东西呀，那我们就不要靠过去。境界够，功夫够的没有关系。有一个猴子啊，释迦牟尼佛在《阿含经》里面有个比喻啊，他说有一只猴子啊，啊，他很调皮，很调皮。这个主人呢、啊、就告诉他说呀，那边呢、啊，人家呀要捕猴子哦，要捕猴子哦，这个用的黏的胶状物的东西哦，你不要过去啊，不要过去啊。然后啊，这个猴子啊，因为它很狡猾嘛，那蹦蹦跳，蹦蹦跳。他说：“他才不信呢，我要踩踩看。”结果脚，哎，右脚踩过去啊，又被黏住了啊！他拼命的，拼命的，这个要把
这个右腿拉上，拉不上来，没办法，被粘着，哎，然后没办法了，哎，这个用手 两手啊，哎，把它拔起来也没办法，结果啊，这用左腿啊，哎，再把它插上去，把它要拿起拿这个右脚起来，结果啊，两腿都被粘住了，哎，后来两手要拔起来，两手又被粘住了，哎，这个猎人来啊，就把它哎绑起来啊。哎，用绳子，哎，用这个棒子啊，砍回去。佛陀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就像这只猴子，啊，猴子一样，主人就是善知识，善知识告诉你啊，那些五欲六尘啊，会黏住人的，会黏住人的。善知识告诉你啊，你要解脱，不可以被这个东西黏住了，是不是？就像这只猴子一样，猴子比喻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。我们的心看到什么就去下面一两条两条的，就你看到什么就被什么黏住，看到什么就被什么黏住。为什么这样？除了自己的欲望，还有后天的啊，就是习性，这个先天的习气，还有后天的欲望的这种执着。因此啊，我们要关照啊，诸法毕竟不可得，诸法毕竟不可得。你看什么是被什么黏住，看什么被什么黏住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苦啊是没有办法摆脱的。第十，无际空，这个际就是时间的生灭。我们说前际、后际、中际跟后际啊。那么真正一个空性的话，无所谓初中后际可得，也无往来际可得，意思就是时间不可得啦。啊，无际空就是时间不可得。时间是假象。十一就是善空啊，说诸法呀，放散弃舍也要空，意思就是善空的意思就是舍空啊，就是我舍掉这个，我舍掉这个啊，连那个舍的心都要放下。比如说，哦，我舍了这个一百万，布施了一百万，你要放下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呢，哦，为了这个十方常住三宝啊，啊，舍掉我的时间，舍了我的生命，舍掉我的青春，哎，来为三宝，哎，但是啊，不能卡死在那种观念的执着里面，哎，舍是我的喜悦嘛，所以这个啊，连这个舍诸法的不执着的这个也要舍。第十二叫做无变异空啊，因为诸法啊，那么没有放散弃舍。也不变异，这个不变异也是空。简单讲，无变异啊，就是空，不可以把它变成一种观念的执着。第十三，本性空，一切法它的本性若有为法或者是无为法，那么这个都不是声闻独觉所造作而让它空，它本来就空，不需要造作它也是空，造作也是空，不需要造作也是空，叫做法尔如是。我们既然了解一切缘起法自性本空，叫做本性空，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有很多的争执，其实这个都是多余的痛苦。保留我们可以谈的，放弃那一些争执的无谓的争执，我们的生命会过得更愉快啊。如果不能讨论，硬要去讨论去争执，又不了解本性空，那我们会活得很痛苦，彼此之间会都会活得很痛苦。人不是圣人，一定某些角度可以沟通啊，某些角度自己有自己的独到的见地啊，就是以前呢，我们一个比丘啊，住了一个住了雷音寺啊，雷音寺啊，那我们在做早课的时候啊，他刺为啊这个哎不懂得修行，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，说慧力法师啊，我请问你，佛陀当时在世的时候有没有像我们现在的早课跟晚课啊？我说的确没有，树下一树，日中一时啊，那个坟墓旁边呢，这样子禅坐，的确没有。是啊，他说那你应该放给大家自由啊，啊，我说啊，末法的根器啊，大家都不够，做早晚课啊，它有一个好处。叫做磨练，随顺放舍。为什么一定要定这个早晚课呢？我也知道每一个人根性不同，
我也知道有的喜欢持咒，有的喜欢参禅，有的喜欢念佛，有的喜欢看经教，为什么一定要定早晚课呢？因为出家都是凡夫，刚刚剃度都是凡夫，他训练这个柔顺心，顺就是道，孝就是道，他一定要恒顺这个僧团，慢慢把自己的脾气个性磨练符合这个僧团，这也是一种修行。所以啊，也许他有他独到的修行，但是早晚课变成一种训练一个恒顺众生的心，训练一种意志，会这样做不行，会这样做不行。他有组织有系统的东西，哎，有组织有系统的。所以说我们呢、啊、如果有福报，就跟佛陀生长在同一个世间，跟佛陀生长在同一个世间。然后我说、啊、你有福报，你就跟佛陀生长在同一个世间。可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，佛已经入涅槃2000多年了，对不对啊？当然因为他是外来的法师，那我也不敢讲什么啊。那年纪又比我大，我说好吧，那你自修好了，自修好了，你不要做早晚课吧，是不是？后来没多久就离开了，离开以后再住茅棚，住茅棚。那我听他们讲的是说，我说他很精进吗？他说没有啊，哎，住茅棚呢、啊，刚刚弄马的捆，自己在疗房就睡觉。哎，我们很清楚的，就以前我们在参观那个地方啊，就是这样的，啊，那打板咚咚咚咚咚咚，哎，还是什么板呢、啊？自修，自修。哎，我们那个很多一些大专生啊，说哎呀，这个时间呢自修。我自己用自己的时间呢拜佛，我在疗房看书嘛，然后就去跟禅公建议啊，说师父啊，我们呢、啊、有的人呢、啊、在这个时间不喜欢集合，喜欢自己啊在疗房用功啊，啊禅公啊，哎心里有数啊，好，明天呢、啊、哎我们呢、啊、自修啊，让你们呢、啊、在疗房自己用功啊，禅公当然知道啊，先放你们一马，哎结果第二天呢、啊、就哦放了，那就放了。大家放香啊，大家很自在，在疗房里面，结果、啊、一半的人都躺在床铺上睡觉。第二天呢、啊，上公就一个疗房一个疗房去巡视啊，巡视去走一走，走一走，那就来讲话了，说你看，我放你们一天假，一半以上的人躺在床铺用功，这叫用功吗？起来起来，通通起来，通通起来，凡夫没有办法的。懒惰成性的没办法的，所以早晚课自修是一种意志的磨练，团队的精神，非这样做不行，非这样做不行啊。所以这个是第13叫本性空啊、哦、第14叫做自相空，自相，这一切法的自相啊，比如说色受想行识啊，来讨论看看色法，色法它会变的啊，它会阻碍的，会障碍的。那我们一切色法，你比如说我们这种色身就好了，有的人一出家啊，哎呦我日中一死，我说没有关系，有本钱没有关系，有本钱没有关系，这东西可以，我过午严格的过可以，那看看你的能力哦，你的能力啊行不行啊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色身呢、啊？一变化，它是无常的啊，它是空的，没有错咯。可是你还没有到达那种功夫啊，哎，这病就起来了。那么病是世界上大家都很怕的，死我们倒是不怕，死就死了。病是大家都怕的，不怕生病的请举手。因为是你要死了一了百了，那死的没什么关系，死的就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。你病你没办法了，这个病要好好不了。死也死不去，烦都烦死了，没办法，痛啊，你痛啊，那你痛，病啊，是大家最可怕的。所以这个色法一变的话，哎，我们呢、啊，哎，虽然是不管怎么样痛苦怎么样子，可是我们了解，毕竟死亡到最后也是空。哎，所以色法会变，它一切的内跟外通通会变。受是灵呢、啊，这感受啊。我们现在是感受，哎，这个受也是无常，
啊，我们现在啊，对吃有个饭吃啊，哦，弄一点小菜啊，哎，我们的内心里面不满，没有大鱼啊、大肉啊，或者是吃一点点东西啊，就烦恼，吃好一点东西就快乐，吃恶劣的东西就烦恼，这就是领受顺境习惯了。所以有一天呢，我们用飞机啊，把它载到非洲去，跟那非洲的难民呢生活看看，像伊索比亚啊、卢安达那种内战呢、连水都没得喝啊，我告诉你，你看看电视那个报道，那个卢安达内战，100万个人流离失所，那战争因为内战，大家都想掌权嘛，啊，那病到什么程度呢？那没有水喝啊，没有水喝，那个小孩子啊。肚子很大，然后啊奄奄一息，那个母亲呢、两个这个乳房啊母丁啊回缩啊都下垂啊，因为母亲也没有吃啊，也没有乳水通通没有啊，联合国的救济部队过去，他们就用大炮打飞机，联合国的这个军车运送大量的军车，就卢安达的军队就扎在半路就用炮弹打掉，你看联合国要救都救不了，到那个时候啊，要吃没得吃，是不是要死不了啊，又想求生存，是不是你去跟他们生活一天一个礼拜试试看，你就会对全台湾省任何一个人对你怎么样，你都会感恩，你都会感念他的恩，你就会对任何一个人拿了一碗稀饭，就是没有菜，一点点酱光，你都会觉得那是无上的佳肴。真的，那种感恩的心就自然出来。那个地方哪里有什么饭吃？后来联合国就运大量的这个物资过去了啊，那人太多了，就几百万难民，没办法了，猪鬼卡那个米哦，怕回暖，猪鬼卡那个麦呀、控为鬼卡，猪嘿，你唔敢食，你敢那看到你就吐啊，吃唔着啥物物件，看了咕咕啊黏黏，啊佫有水，看那无水，餐餐放出来晒，你是同款，嘿，你敢那看到伊卡就食袂落啊？我们呢，现在不知足。也不懂得感恩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呢，又有感恩的心呢、感恩的心，所以这个受啊，都是一种妄觉。我们因为没有把自己的生活这个受苦到极点，所以我们呢，现在都是因为太顺境了，什么都是吃得好、穿得好，这种感受都是在顺境里面，都不堪一击，稍微吃坏一点那就不行了。那不行了，一点苦都没办法了，所以这个受的领纳呀，我们要了解是不可得的啊。我们无论在顺逆恶境啊，都要这样的解脱。那么想行识啊，也是自性空，叫做自相空啊。第十五呢，叫共相空，共相也是不可得，但共相也是不可得。比如说山河大地，这个都是共相。啊，三个大地都是共相，是不是？墙壁这个都共相，哎，这是都看得到的嘛，是不是？桌子、椅子，这个都是共相啊。可是这个也是什么？也是无常，也是空的，是不是？就是共相空啊。所以共相即是不可得的空。比如说苦为有漏法的共相，所有有漏法啊，就是苦，哎的共相。那么有为法的共相就是无常，我们这个色身就是有漏法，有漏就是苦，有漏就是有烦恼 啊。那么有为法那就是无常，无常就是有为法的共相，苦是有漏法的共相，那么空无我啊是一切法的共相，空跟无我是一切法的共相，一切法的共相啊。第十六，一切法空，说无应空，十二处空，十八界空，有色无色空，有见无见空，有对无对也是空，
有漏无漏都是空，有为无为等一切法通通空，而不知其为空。啊，如果我们呢悟到这个万象皆空，以一切时空都不可执着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些阿姜茶就讲的啊，说去除执着啊，是一切修行人呢一生一世的功课啊。我们修行人一生一世的功课就是放下不执着，到哪里都是永恒的真理，永恒的真理。我们是一个修行人，一生一世时时刻刻我们应当做的功课就是放下不执着，这是一生一世所必须面对的啊。一切法空，第十七不可得空啊，不可得空，不可得空，那就三是一切法啊，有不可得啊，那么通通不可得，所以不要执着。第十八叫无性空，无性就是没有啊自信可得啊，是为无性，是无性也是不可得，所以叫做空，叫做无性空啊，就是连这个无性也不可得。第十九叫做自性空，诸法是和合啊，无自性啊，所以啊，这个无这个自性空就是没有实体啊，诸法和合的自性，它没有实体，它所以是空，没有实体啊，没有真正的体性，没有真正的体性啊，没有真正体性。说人没有真正一个人，一年和合的，把一个人拿去解剖了，只剩下几根骨头啊，火化以后又剩下一堆灰，就是把这个毛巾呢、啊、撕开来的，剩下丝线。哎，没有实体可得，没有实在的这样一个人，没有实在这样 一张桌子，没有实在的这个墙壁，哎，都是短暂的。二十，无性，自性空，这无性要一个顿点，啊，自性又另外一个顿点，这无性跟自性是讲十八跟十九通通空的意思啊。如果你看无性自性空会变得很模糊，其实这个是。是前面两个同时啊举出来放下的意思，无性跟自性都是上面所讲的啊，无性空自性空连接起来就是无性自性空，虽然有二十空这样的名相，其体就是一，其体就是一啊，今明法性之理啊啊，因为站在各种角度不一样，所以啊才编二十个空。如果悟到法性之理啊啊哎，那么就是同一个了。所以啊悟到绝对的本体是一，那么为了、啊、表达各种角度不一样，才啊有不同二十种的空，所以说缘不着，根本就是缘，根本就不执着。二是空门缘不着，一性如来体自同啊，那么就是迥出，就是远远的超越外道的六十二种意见啊，六十二种意见是本书的五十六页第四行到第六行有说明，这我们已经讲过了啊，在本书的五十六页第四行到第六行我们都有解释过，也就是跟般若的涅槃妙心明合，所以叫做体自同。231，心是根呢、啊，法是尘呢、啊，啊，根就是树，有树有根呢、啊，就是能生呢、啊，能生长树干啊、树枝啊、树叶啊，根就是能生为义啊，啊，心啊，就是我们一切的根本呢、啊，啊，那么心的根本是什么？就是我执啊，啊，就心是根呢、啊，啊，那么法是尘呢、啊。两种犹如镜上痕，镜子啊上面的痕迹啊，意思就是不可得啊，镜子上一照的影像而已啊，哎，影像而已啊，没有实质的东西啊，啊，心是根，法是尘，这两种啊啊都像就像镜上痕，镜上痕就是没有啊，哎，镜上痕。那么这些就是本来是空，可是会遮住镜子的光明，是不是？哎，镜上的痕呢，就是会遮住啊啊镜上的这个光，
使他透不过去。心是根，根以男生为义。正因为这个心男生一切善不善法，所以名叫做根。哎，男生一善根不善，法是尘呢，哎，法是尘啊。那么法呢，是能够鬼执万物啊，就像妙妙药一样，鬼执万物啊，啊，就是鬼执就是一个运行一定的轨道，持这个万物，就像这个妙药。病若愈时啊，啊，药必无用啊，这个义啊，改做必，必须的必啊，药必无用。所以法它是一种尘呐、啊，法是一种尘，使之恶法呀，啊，都有啊，四碍，哎，又有障碍，使人的心光不能透露啊，因为啊，心是根，就是我执啊。小乘断六根呢，破我执，但是法执啊还是存在。那么二圣人呢，啊，破法执，可是却落入空的执着，也不是彻底，这是小乘呢。那么中乘是破法执，还是有取有舍，这个都是属于有为法的。这有为法就是有所造作，就是生命，就像镜上有痕迹一样啊，会遮住啊这个镜光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六啊啊就是。可以除掉了啊，所以说啊，所以云就是根尘相对啊，不是堵对，相对根尘啊，要是相对啊，怎么样？意障心光，这个意啊就遮蔽了我们心中的光，遮蔽我们心中的光。返本明心呢，良由此也，都是因为这个道理，都是因为这个道理。231页中间，恒垢尽除光始现啊，心法双妄性即真啊，这句啊讲得很好。恒垢尽除就大圣了、啊、破这个空执为究竟法门，空执破，佛性就显现了，就像这个恒垢尽了，尽的光就显现出来。所以的恒垢尽除，光就是净光，净实现，净时的光就自然显现。心法双妄啊，性即真，这见佛性以后呢，根跟尘呢、啊、那么都是佛性在作用，没有对立的，就变成绝对了，就变成绝对了。这心法双妄啊，性就是真。含垢若尽，心法双妄，自然心光透脱，心光透脱，明见佛性也。古德这么说了，是一意在眼。空花片界啊，那么意思是眼睛啊有一点点有毛病啊，意就是眼睛有毛病啊，眼睛有一点点毛病啊，哇，这虚空中啊的花的片满的法界啊太多了，片满的虚空界，一妄在心呢，我们动的一个妄想啊，何杀生灭，哎，这些生生灭灭的，犹如恒河沙一样的那么多。这意消花尽了，意就是遮蔽眼睛的这种毛病啊，消就是除掉了，遮蔽眼睛的毛病好了，花尽就是空中所现的花就尽除灭了，花尽。意思就是眼睛的毛病好了啊，在虚空中幻觉的那个花也没有了，妄灭正真了，虚妄的东西灭了，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证到了啊，永恒的真理，真就是空性。病菜药除，病好了就不用吃药了，
哎，我们今天听闻佛法了，哎，那么在有一天呢，我们都可以放下种种的假象的分别，也不颠倒啊，觉性啊，常常起作用，那么就变成了啊，有听跟没有听啊，都是解脱。那个时候真正的在闻法了，因为它学以致用啊，闻法法的这个东西啊，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达到解脱跟自在。如果听闻佛法只是增加知见，强化自己的辩论体裁，那也不过是四字变充而已啊。学佛，哎，就是要学以致用，哎，恭恭敬敬的礼敬三宝，哎，恒顺众生，彻底的去实践了佛陀的教诲，这是真的学佛的人，哎，所以病菜要就除了。如果你解脱了，佛法也没什么用啊，是不是？听闻佛法本来就解脱了，那已经解脱了，就不需要用到法了。啊，冰消水在啊，冰如果消了，水就在，妄念没有了，自性清净心就现前。是灵丹一颗啊，点铁成金呢、啊，点铁成金啊，自离言转凡为圣啊，不要小看那个一句话。那个一句话啊，不晓得救了多少人啊！像丹丹师父啊，就讲了一句说：“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。”有好多的这个家庭啊，破裂乃至弄得要自杀的，也有写信过来。哎，写信过来都感念师父，因为听到了这一句话，他恍然大悟啊！他以前呢、啊，一直每天都想改变别人。啊，别人也不让他改变啊，谁要让人家改变？大家都执着啊，凡夫啊，固执己见啊，哎，后来发现说啊，这样真的很辛苦，真的很辛苦啊。哎，师父的一句话呀、啊，他呀、啊，把他20年来的痛苦啊、症结啊，全部啊，解脱。哎，所以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啊。他写一写啊，他的账，他写一张字啊。这个壁报啊，写起来贴在这个墙壁上。哎呀，他先生回来一看，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，哇，这真的好。后来啊，他们夫妻啊相敬如宾啊，哎，两个人一吵架，我不想改变你，然后后面又加一句话，但是你也别想改变我，就互相尊重啊，互相尊重就是这样子啊，卖完给哈。哎，这看法不同，这很正常的，很正常的。哎，所以啊，虽然没有办法达到完全的解脱，但是这样日子就很好过了。人有权利看法不同，但是人没有权利去伤害对方啊。大家生而平等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一句至理的名言可以转凡为圣啊，真的是这样子啊、哦。所以就性就是真。是皆末法，皆就是感叹呢 啊这个末法，哎，末法。那么24啊，哎呀，24，这个我们现在你看看最近这一个月发生的事情，从刘邦游啊，然后到这个女童的强暴案啊，再来这个彭婉如啊，再来这个提款机那个。到这板桥，人家小女孩去提款了、啊，你看那个拿刀起来了，啊，他说提不到钱了、啊，就拿刀子刺上去，两个小女孩被刺的这个手啊透过去流血流了很多。你看这一个月、啊、发生多少的事情，多少的事情，哎，多少的事情。所以啊，我们这个末法呀，啊，什么事都是这样。科学越发达呀，破坏力越强，破坏力越强。哎，那像高速公路说有两辆那个大卡车啊，大卡车，一个是油罐车，一个是什么车，这样子擦撞啊，因为速度太快了，两个人都快100多，速度一擦撞，结果啊，两辆车一个散开左边，一个散开右边，来着冲到北上的，冲到南下的那边去呀、啊，
那边去啊，那个高速公路那个时候阻隔了4个钟头，从冰枪大卡车司机当场死亡，速度越快啊，死得也快，对不对？以前呢，这个马车啊或者牛车啊，从来没有说牛车撞死人的，对不对？很少啊。慢的好处哦，科学不发达，你看，科学不发达，空气好。民情风俗单纯，食物没有污染，食物没有污染，从来我们在以前的小时候读书没有听说过绑票这个名词，谁绑票谁啊？家庭的，像我像叔妈提过哎，啊，如果说啊绑票，那绑票老师的啊，挂画老师的那绑票啊。无卡在无电话啊！甲苏妈讲讲，苏妈我绑票，恁慧理法师啊，你第四个啊，你摕钱，摕偌济钱来，我才放人啊！苏妈就讲，若无吼，要添白衫送互你啦。啊，都饲袂饱，你都饲袂饱，你养不活他，哪里有钱去赎呢？你讲啊，第四个好哩，我第三送互你啦，拜托个，你是不是看你好啊？伊就啊，什么不帮你对，帮你对呀，什么帮你对呀，对不对？他是哪里有钱？我听都没听说过这个绑票。现在你看这个绑票连连，为什么？钱太多了。啊，昨天有报道，像我们冬天的吃的那个火锅的党鹅菜啊，党鹅菜残留那个农药的遗毒，超过半数。哎，结果电视上啊出的说，现在吃素啊。不保险呐、啊，意思就是东西，那个农药啊，现在连吃素都没有办法保障，说你吃没有办法吃到不吃到这个没有农药的东西，没办法，对不？不管你吃荤的，不管你吃素的，你都没有办法摆脱这些啊这些啊毒素的东西，没有办法。现在我们号称科学发达，对不对？交通工具发达。日本呢，前几年啊，扫墓节，也飞机啊，要大家都要回去扫墓啊，因为日本呢跟台湾也是一样，很重视这个扫墓啊。结果那一辆飞机500多个人，哎，结果在空中爆炸，一百四五百几个，剩一个四岁查某囡仔，哇，4岁小女孩，我只有剩下她一个。现在他一个，结果他一生一世坐飞机都不用钱，啊，你嘛是袂歹，死无去啊，一世人坐飞机拢免钱啊，啊，4岁，现在大概10几岁了，500多个，一下子在一刹那之间，全部同一个时间死亡，飞机在空中爆炸下来，你都觉得哇，大概嘛死啊，对不对？你怎啊念什么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，哦，都要被爆炸已经念看卖安尼。个爆炸了啊！会虎啊，对不对？业报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说啊，这个我们呢、啊，末法24啊，众生啊，福薄福啊，难调治。薄福就是福薄了啊。佛法呀，本来就是无所得、无所取证嘛，名叫做正法了。现在的修行人呢，不求自心，不求明心见性。图像精进文字来讨生活，我们现在修行都是弃本逐末，希望听更多的佛法跟人家辩论啊，结果烦恼一样不除，所以叫做末法呀啊，举世啊都是弃本啊逐末，本就是修行本来是应该依闻啊观照，入于真正实际理地的一个解脱啊法的喜悦。哦，这样子叫做修行啊啊！现在我们弃本了、啊，逐末，哎，所以这24现在之间呢、啊、对立啊！我要那前几天人家看了一本书啊，写的厚厚的一个在家居士啊，写了一本书，我一打开一看，从头到尾一直诽谤夜心法师，从头到尾。诽谤的很厉害，哎、嗯，那么我看呢，因为人家批评也许有他的道理，比如我看呢，哎，
根本就是误会人家啊。比如说他里面就讲夜袭法师说啊，小圣呢、啊、断六根，然后啊心如啊这个啊石这个寒这个枯，好像枯木死灰啊。夜袭法师的意思是说，小圣人自力的功夫不够啊，不够，然后利他也不够圆满，所以他离欲来保守自己。他竟然把人家误会说啊，这个枯木啊，这个就是意表的意思，就是说死灰枯木的意思，就是说哎呀，不懂得。你看这个青菜摆在眼前的，他说阿罗汉如果是啊枯木死灰，那么摆在前面的蔬菜跟豆腐，阿罗汉能不能分辨呢？他竟然把人家误会成这样子。人家枯木死灰意思就是他们离欲了，可是他们自利利他还不够圆满。夜袭法师是这个意思，他说他把它变成枯木死灰，变成愚痴了，连那个青菜豆腐都分不清楚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又认同啊，大圣起心论，一心开二门就是正见，就是正见。哎，他认为啊，心啊，真如跟生灭合合才叫是正见。那眼睛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啊，非因缘，非合合，什么跟什么合？性色真空，真空性色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讲得很清楚了嘛，法是绝对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批判的夜袭法师批判得非常厉害，他整个都把人家扭曲，而且误会，哎，误会。所以说这个末法呀，除了明眼人啊，他还写铿锵有力，他认为他的自见才是正确的，把他大量的印刷出来。我一打开一看，哎呀，这很糟糕。所以啊，要摆在那个地方的书啊，最好啊有新的啊，拿来给我看一看，拿来给我看一看啊。那一摆着，我以为是什么，我看来这么有这种书，那打开还写了一本厚厚，是在家人写的，五十几岁的写的。那翻开看，哎，怎么一直批判夜袭法师的一念无明啊，用一念无明去打破这个无始无明。他说根本这个根本就是无知，无知。他不但不悟道，他说按照夜袭法师这样修法，全部下地狱。会下地狱？夜袭法师是金刚不坏身啊。哎，临命终的时候，人家看到一道白光啊，冲天，白光冲天。对呀、啊。如果对经教上、对心性上在下功夫的人，像我们来看，哎，就这个夜袭法师他是正见的，他的确是实证的人呢、啊。哎呀，他批评的不得了，他用成唯识论、唯识论呢 来的批判啊。他说，夜袭法师的意思是说，悟正悟就是只有最后的悟，就是绝对的本体，不必再修啊。这个居士啊，是用成唯识论的习气说，悟后一定要起修。他说悟只是了解真如，悟只是了解真如，了解真如，了解真如以后还有很多的习气妄想，一定要修，要断，没有错。这个居士讲的是站在唯识学的角度、习气的角度说的，我没有否定他的。对不对？法是生灭，是站在凡夫位的角度，凡夫位的角度，是不是啊？那么，那个夜袭法师是你打开他的《大圣绝对论》，对不对？他法是绝对的，悟道以后，色身相位触法全部化作纯一觉性，法不是缘起法，佛性不是缘起法，不离缘起法，这个绝对是正见的。他是批判的很厉害，而且整个扭曲掉，就是据说要寄200本过来这边流通，我马上来收起来。不准流通，很可怕啦。不过流通也无妨，为什么无妨？因为看不懂啊，你们在工商、师父这个内行能看得懂呀，流通出去你们在工商，什么一念无明无始无明，反正你们看不啦，
啊，所以流通这个原来无差，这样无差，因为看无，看无。师父看到一本书最好的就是那本呢、啊，目前呢，昨天放的那个《四念处》啊，那本是写的，哇、哦，写的很棒，《四念处》，《四念处》那个泰国的比丘啊，啊尊者啊，然后透过我们台湾的一个居士翻译，有泰文翻译成英文，也翻译成中文，那个《四念处》摆在那个地方啊，那个写的非常棒，非常非常的好，那是真枪实弹的真正修行人。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写得太好了。那这是都是取自《阿含经》，而且翻译成简易的中文。同时啊，他把艰涩的东西段落，然后把用刮胡把它连接，一气呵成，写得太好了。是目前我看过的经那边放的书碟书籍，可以说是赞叹的，最赞叹《四念处》，里面大家都可以要啊。他们印了10000本啊。所以说我们福薄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分辨哪个是正见，哪个是邪见啊。接也就叹词，世尊出世转大法轮啊，利益有情，正法1000年呢、啊，是吧？相法1000年，那么众生呢、啊，我们已经末法了，不闻正法了，我们福薄了，我们无因炽盛，难调难辅啊。那么末法呀，10000年，大师啊出世的正当相法，啊，早皆叹如此啊，慨叹如此，也就是今天如即今则可知矣。所以说，皆末法24时候啊，24啊，众生薄福难调易啊，谁知道末法弘道啊，不明大旨啊，不明大旨。什么叫大智？不明心见性啊，对不对？不明心见性啊，各守门庭啊，各守门庭，现在就是特别强，门户之见，三头主义啊，特别的重，互相坚持，不但坚持自己的看法，哎呀，还要让你死，让你死啊，真的，让你死，哎，一样是穿出家衣服啊，哎，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。哎，末法了，大家抢信徒，比赛，抢信徒，是不是？来来，你来我这里，啊，来这里啊，怎么样好？怎么样好啊？你看着啊，你来我这里，你来我这里，哎，好像在做生意一样的，哎，抢信徒，哎，我这个信徒啊，就不准到你那边去，你那边信徒，哎，我尽量把你抢过来，末法了，末法。你像我有道场，哎，你这里是我的信徒，哎，慧律法师在讲经，他来了，他派人来看，派人来看了、啊，看看，躲在暗处看到，咔嚓的碟，我点点点回来的出入，然后，哎，你怎么跑来了？然后回去以后叫来，哎，他不会责骂你，你那一天去哪里呀、啊？据说你去听慧律法师演讲啊，哎，这个一听乍听着啊，糟糕了，我去听慧律法师演讲，啊。他就好像去那个道场就把生命卖给他，离开了那个道场好像违背了他。我说哇靠，这样来试试也好啊，来试试也好啊，我没跟您过啊，诸位菩萨啊，你们在家居士听好，你们愿意来我们就欢迎，这里的法不相应，哎，这就不要毁谤，不要毁谤，我们就静静的离开，哎，记住会会要交就好了，会会爱高沙巴，其他也无所求，哎，好了，三百也不要交好了，哎，真的，兼职互相啊，兼职，啊，我呀，告诉这些出家众，这样做很糟糕，你不照顾我们的清净心，竟然照顾外面的信徒的兼职起见呢、啊，我们要牢牢的记住一句话。出家人，你越接近在家即是啊，恰到好处的随缘，他会说，哎，你是慈悲；过分的执着，他会说你是攀缘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出家人一直执着这个在家即是护法，我告诉你，
到最后他不会恭敬你的。简单讲，出家跟在家保持一个距离，他越恭敬你。出家越攀岩在家，在家越还瞧不起出家人。这是我20年来的体会。你会哦，在家人没有打电话向你求救，你不要打电话给他，他尊重你。你一天到晚打电话给在家人，说我这里少了什么钱，要柱子，要化缘什么，反而糟糕，反而糟糕。所以啊，互相兼职啊，尤其是我们做法师的，感触特别多，感触特别多，感触特别多，哎，感触特别多。那、啊、像我到日本去啊，一弘法人一多。是不是啊？哎，那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办，哎，细数一个道场的就下命令的，不准去参加，下令下达，从中央政府下达到地方政府的，不准去参加。我们在东京办的500多个人，都是卡大盘去就影响很大，剩下几百个人，等于就是这样啊，就是这样。你讲真的，真的就这样的。哎，我常常讲，我慧律法师从来不去嫉妒任何一个人。我到日本去是想使佛教兴盛的，不是要抢你的信徒啊。哎，他们就是这样子，那你没有办法，我也不想讲的太多。所以这个各所门庭互相兼职啊，尽为法病，执法之病，就下文可见呐、啊，下文可见。我们的这些徒弟们呢、啊，千万要记住。我们宁可饿死啊，做铺团呢、啊，乃至没有饭吃，都不要去向在家居士啊，叫他们求他们可怜我们、怜悯我们，叫他来帮助我们什么？不要现出那种无奈相、可怜相。我们是修行圣道的沙门呢、啊，又有身格，又有身格，连开口跟他们说我们缺少什么都不需要，不需要。愿意护法，我们随喜；不护法，我们的福报就是这样。饿死了，那应该的，你没有种福田嘛？你饿死了，你就是这样子吗？不过今天来讲，台湾是没有饿死的哈、啊。哎，这是我们归欠我这些出家徒弟，这些在家人啊。如果我们这里有法师去困扰你，你来告诉我，你来告诉我，查到就严办，查到就严办。啊，我们绝对不客气，哎，一定不会再给你困扰的，是吧？气盛眼细邪见深啊，魔强法弱多厌害。气盛，盛者也指明心见性的善知识。气盛时摇，善知识日少，邪见日深啊。这气盛眼细邪见深，现在就特别多，现在就特别多。哎，魔强法弱多怨害啊！魔强这小圣跟二圣人呐、啊，外道的说法呀日盛，而大圣之法呀，哎，慢慢的啊微弱了。如果有弘扬大圣的人，尤其是啊这个明心见性的法门呢，必被毕生嫉妒啊，而加以怨害，而加以怨害。所以这个魔强法弱多怨害啊。气盛遥远呢、啊，邪见转身，在正法当中转身怨害，这个太多了。所以达摩西来啊，即此复读，即此的公案还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，查到以后我们再讲。这个复读啊，这是这个公案，以前我也有研究，有看到这个公案。那么这是中国的不幸了啊，当时候啊。有一个叫做姓魏的，魏的，他是参禅悟道，参禅悟道，结果啊，他这个讲这个禅法，结果真正见血，啊，就慢慢建立了丛林，啊，人非常多。当时有一个叫做光统律师啊，留之三藏，他传授的学生，因为律啊，他是很重视戒相的，啊，这个光统律师跟留之三藏。这个是身中的俊秀最优秀的，可是他的徒弟就不一定了啊。那么这些啊，律师啊，
通达三藏在经教上下手的不明心性的时候啊，他们讲的也是法啊，依法即像是在这开车吃饭。哎，这个卫士是大彻大悟的人，哎，他们这个徒弟们呢，看他讲的刺相指心，刺就是剖刺着相，直指明心见性，这个才是根本。这个律宗啊，是讲的是最重视这个戒相的，这开支吃饭什么行什么不行，你稍微一点点违反，那就叫你犯戒。这个犯戒，那个不对，那个不对啊。然后啊，这个禅宗的这个卫士啊，就是卫我们呢，就是姓氏的卫，以前呢没有法号啊，以前没有法号啊，那么就是卫士啊，那么。这个人呢、啊，建立了这个，这个禅宗呢，结果刺相，刺就是反驳、破斥说，这些啊，持力的如果没有通达到清净的自性，他所有的开车吃饭，一定会坚持某一种角度跟原则。我们不是说持戒不对，结果啊，他就是刺相指心，心才是究竟的解脱根本。论到维系的相，这没有办法。就是圆满，然后啊两个人一讨论起来呀、结果就争论啊，结果啊，他呀为了要普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呢、就是不怕继续讲经弘法，结果这个很多的这个见解不一样的量小的人呢、他认为他才是正知正见的，自然不堪胜任呐、这个大法明心见性的大法，就是害他下毒药，下了六次，前五次他都知道，第六次他也知道，但是、他认为他的化缘已尽了，欣然的就接受他，所以他是一个圣者，人家还是要让他死，因为他太伟大了，所以他那个喝茶的，人家他讲经啊，人家就是把那个毒药放进茶里面。放进去，喝了，他知道，他故意这样说，化缘已毕，他是个圣者啊。他说我传法救人无数了，我因缘已尽了，我就到现在不传法不救人了，就端坐，他中毒啊，端坐而死啊，你想想看，这我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啊，因此啊。佛法呀，很不容易产生一个圣者，一个尊者啊，你很多人都要害他。这以前有一个大法师也是这样子，大法师他这个喝茶，他也很会说法嘛，人家不要害死他，人家把那个指甲呀捡起来磨成粉末状，就把它放进去，结果喝下去啊，破坏声带了，那整个讲不出声音来，就这样子，所以这个喝茶呀，是一大学问呐、你看看，那把他们看了，看拢无啊呢，真的这个很可怕的，也很可怕的，真的。所以说我们呢、要了解末法呀，弘法大大的困难啊，这即使啊，服毒。甚思善的一个圣人呐、尚且处处被害啊，岂况人师啊？何况我们呢、才不过是为人的师表，还不是一个圣师。诸佛出世莫不心慈，应悲啊，皆勿立身，谋强法弱，圣心不知恩德啊，而对我们的圣人的心呢、不懂得感恩呢、不懂得感恩，何况今天下生平日久啊，光大臣受佛的护足，弘护三宝，诸方法习兴盛，出家之事当起难遇之心呐、我们要参寻善知识，抉择死生呢、以求出离，然后报答世恩，也及其也，这是最恰到好处的。然而其中有虽学佛法，第一种情形，有的虽学佛法
不知有教外别传，就是禅宗的心法了，也有之啊。啊，就像在经教里面下手啊，入海啊，算杀，入海算杀。哎，第二，有身居贵位，忘了术士所修，而以佛法为其障碍，也有之。第三，有的虽然传持佛法，各以宗派不同，互相攻击，也有之。此即为法门模式，尽非通人。像我看到那一本书就是这样子，哎，一直批评夜袭法师，哎呀，骂的实在是太可怕了。我很少看过是那么激烈的语言。若是本分之人，必不如是啊。所以慧峰啊，您住宗门下，每一个宗派啊，皆有达人，都有通达的人。净土宗，哎，有祖师大德。天台有天台的伟人啊，这个华严有华严的伟人，宗啊，这个达人，净土宗、禅宗、律宗，不管怎么样，都有伟大的人，然各安所习呀、啊，各自安心安住自己所修习的，通少局多，哎，通的人呢、啊，通达的人很少，束缚的人多。以成丙为户友啊，户友就是派别了，门户了，各自开张，以经论为干戈，因为他看没有开悟，他一定会这样。就像我看了他那本书，我一看就是，哎，这个根本就没有悟，悟的人不会这样子的了，悟的人不会这样子的，哪有写的那么狠毒的话，是不是？他说这个夜袭法师啊，看了他按照他修行，保证没有一个可以成佛。因为我就是受益良多的人，导致没有一个说，也会下地狱，变成魔子魔孙呢、啊，互相攻击啊，那这样不好，不好，自己本身不悟，不晓得是夜袭法师是误导人家，还是他写的那本书在误导人家，他讲的铿锵有力，他举了很多很多的经典，他引着楞严经。那个就讲得很清楚嘛，体非情相而不及情相是发挥，体不是情相，意思就是虚空，它不是缘起法，可是不坏缘起的法产生，就像夜袭法师讲的啊，佛性绝对不是缘起法啊，佛性不离缘起法，佛性不那这个不是缘起法，这正好是楞严经所讲的、啊，他哪里有错？他讲得很正确，他哪里有错？对对，反而他讲的啊，这个真如跟生命是合，他才是大错了，他才是大错了。站在凡夫位来讲，次第位来讲，这样讲可以方便说啊，对，生灭跟真如合，是因为你没有破除生灭，当然你讲合可以说方便说，方便说性是周遍法界，可以这样说性事是合。那如果性跟事合，你永远不能成佛，因为事没有办法断呐、啊。性事都是周遍法界的啦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啊，性啊、事啊，都是同一个本体，本体是不生不灭的啊。妄想无根，名为事，是不是？悟到了就是事性。所以说啊，以经论为干戈，互相攻击，情存寒死啊，情存就是存在的一种执着啊。这个寒呢、啊，本来就是和，意思就是顺境的意思。啊，顺境寒死啊，就是顺境的意思。这个死啊，就是一下子啊，这个形存就是逆境，执着的逆境存在。你忤逆他，他执着他的看法。那么寒呢，就是和，就指顺境包容的意思。这个死啊，是陈列现前。啊，意思就是说，哦，你违逆了我，哎，我啊就生嗔恨心，顺了自己就生了喜念的心，此心存彼此不相容的念头见解啊，就千变无常啊，法诸人我以高低啊，自识是非分如啊，就是我是而非他分如，是指固执坚持啊，是非分如。莫能辨析，这个辨中间呢 不是言部，这是分辨的辨，这是一点在一撇，
中间呢不是眼啊，一点在一撇，啊，中间呢啊，左右两边是个心嘛，中间那个眼部啊改成了变，哎，啊，那么是非分主，这个主啊啊就是纷乱的意思，纷乱的意思，是非分主就是我是而他非，分主的意思就是固执坚持己见。莫能辨析，无法抉择，无法抉择，法听的太多了，没信心了，没信心了。哎，有一个念佛啊，研究大圣的，念了差不多十年了，后来啊也碰到小圣修阿含的四念处的，然后再修到阿含的，然后跟他讲一讲，哎，对净土没信心了，佛也没，这个菩萨没有了，文殊师利菩萨、观世音菩萨，这个都是幻想出来的。什么阿弥陀佛，记住我们这，他们认为都是幻想出来的，没有断惑怎么能够了生死啊？这是小圣非常坚持的，非常坚持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净土法门是指福祸嘛，临命中你只要扶得住，对不对？就可以有机会一年了生死嘛。他们不承认，哎。后来啊他不弄得不晓得怎么样，念佛念得不得力，又没怎么信心，要修小圣的又从头开始又不得力，烦恼得不得了，烦恼得不得了。后来啊我就告诉他啊，你看净土圣贤录，教理行果通通有，里面呢也教我们如何的念佛，如何的修行啊，这篇净土圣贤录啊，你一生一世啊啊就把它看。他说某些地方他看不懂，哎，啊，我说你看得懂的，自己看，那看不懂的再研究。后来他慢慢看，慢慢看，慢慢看，看了又，哎，开始又对净土法门恢复信心了。哎，你看这个环境有多多么的可怕，一碰到那个就念佛了，不念了，打死他他也不念。你说我在小圣人面前呢，写阿含的人说念佛法门，他会笑你的啊。我笑你，他说那个是方便呐、啊，哪有什么阿弥陀佛？所以说啊，我们呢弘扬大圣呢、啊、不容易的。233页，闻说如来顿教门呢，啊，恨不灭除令瓦碎。二圣呢、啊，外道之人呢、啊，习惯于浅陋之法，一下子听到顿教啊，不但不信，反而加以毁谤。而思灭除之，哎，如来唯一大师因缘出现一世，世间有魔王虽然跟佛同时啊，而不信有圆顿的法门，闻佛所说悉皆毁谤，恨不灭除令瓦碎啊！啊，世人有无大圣根性，哎，那么也不信有误入法门啊。而一世门呢，身虽出家啊，那么善自不信故有之啊，不信自己有佛性，不信这个顿悟法门，虽然出家善且如此，是有毁谤，是有毁谤，哎、啊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。这个夜袭法师讲的思想啊，你看看啊，大珠和尚思想、六祖的思想，那都是一模一样的。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哎，还有在讲楞严经，啊，夜袭法师里面开始楞严经，他说佛性非四谛，非十二因缘，非六度，非一切法，真的是这样子，非地，非水，非火，非风，非四大，非五音，然后还有反过来讲啊，佛性即五音，即四大，即四谛，即十二因缘，即六度，这完全是正法，完全是正法嘛。佛法的最高治理原则就是不急不离，禅禅悟道也是这样，这是最高的机制，禅宗的最高机制，法的机制就是不急不离，不急不离就是不二，这是永远最高的抉择，不管大圣的啊，你学什么法就是不急不离，那没有错，那哪里有什么错啊？所以啊，虽然出家呀，哎，有的还是没有办法。结果现在、啊、竟然出现一个在家人诽谤出家人，那真是不可思议。